奇人高人，世外桃源一般啊！你别说啊，今天拜访一位老行家，雅呀，上车吧。好，看这个老哥的环境啊，世外高人。大哥就是仙风道骨啊！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它的价值，可高可低。这就是仿那个共春那个对共春湖，嗯，其实没多少年，明代才有。大哥家里全是宝贝，有很多我都买不起。拿出来资料，这是大哥早年的珍藏。大哥，这事儿我拿多少钱给我？啊，你看了给，无所谓，因为你，但我是现在听朋友说你好多次了，但是一直没见过你。很荣幸今天。我以前应该见过你，应该见过啊，应该。哎，英雄是这样、哎，反正都面熟。你看了给想想，无所谓。我哪开价、啊？你说。你看的少，你少多算多少，无所谓。你，大哥，这意思就是不值本钱，你看着喜欢，你给多少钱？这资料你拿出一颗来呀、啊？这个行，我嘴捋不动啊。他这个这做的，这是纯饲料。你我在群里我是老大，所以说吧、啊，他自己的东西，他自己玩的东西，他有一般讨好我那个意思，最少十年了。是，他油润度就已经玩过了。你看游戏，我不懂，没玩，他玩了，他玩过，在他手里还是我的新年呢。原皮儿原籽儿啊，原皮原籽。走了，大哥，走。世外桃源，世外高人呀！看啊，手里好东西还真不少，有很多呢，也不方便录像。那么这串籽料啊，就非常的莹润啊，每一个都是原籽儿。其实这个原籽儿啊，有几个鉴定的技巧跟大家说一下。第一哈，每个籽儿它一定会有皮，其实这种皮就是常年在水里的那种沁啊，你看每一个都带皮。第二，有的呢有类似这种水草纹啊，来说温润如玉啊。现在籽料现在这都很缺了啊，所以说尤为难得啊，一眼我就相中了，加了点钱啊，也是很喜欢啊。其实这样想，收串籽料你别说一串的，有时候单个都很难找，因为现在很多它都是广义和田，不是新疆和田的籽料啊，所以说太难得了哈，带到手上漂亮哈，给人的感觉不一样。君子如玉嘛，孔子就说过哈，人无故玉不立身啊，那么它佩戴了以后那感觉是给人不一样的，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沉静啊，一种美感啊，甚至在古代都是一种类似啊身份的象征啊，或者说文人的那种象征吧，啊，就是漂亮。在我的视频节目里呢，我就发现有无数的藏友给我留言，说怎么样才能找我学习，找我鉴定，甚至有的想拜我为师，无奈精力实在是有限，每天无数的留言、评论、私信，根本恢复不过来。那么为了满足数以万计粉丝的要求，我强势入驻遇见平台，免费教学，目前是我全网唯一鉴定交流的官方合作平台，欢迎大家来交流学习，我在遇见等你。